任何时候呢都有为梦想坚持的人。这个歌手的粉丝呢在国内追了5场演唱会，第6场和第7场追到了洛杉矶，在这个第7场演唱会才跟歌手对话，并且呢亲自点歌。我其实呢也挺幸运的，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个为梦想坚持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跟大家分享2024任贤齐洛杉矶演唱会的这段画面。远不远啊？哎，不好意思让你哈奔波了。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喜欢你20多年了。讲了半天不是你喜欢我，是你的朋友拉着你怎么你来啊？他就在前面，可以让他点歌吗？天哪！对不起自己，原来你是被连累的，对不起啊，我这现在还有多少苦楚是被大家拖来的啊？这么多人啊，对不起。希望大家今天满意我的表现。好，这位，小齐你好，是你好，我是小玉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天哪，这句话好恐怖哦！我那天喝醉了吗？我知道，谢谢你。我一直跟着你在路上，然后上次回国追了5场演唱会。你看了我5场了？对，我记得你看过我演唱会啊。我从武汉、北京、深圳。啊。看过这么多场啊！还有西安，还有长沙。我讲的笑话还笑得出来吗？笑得出来。我会去想多一点新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你远方永远不是远方。谢谢。我朋友们都陪我来看。你的朋友有几位啊？挥挥手好不好？谢谢。他陪我来看你。谢谢你们来看我。他拍八点歌机会，然后给我好感谢。谢，感动。那你最喜欢我哪一首歌啊？你的歌我都好喜欢，我最喜欢《有梦的人》，还有新专辑的《在路上》。谢谢。因为闯荡变成信仰，因为你远方不再是远方。我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。对呀，你看过我那么多场演唱会了，我问一下，现场看过我演唱会的，给我点声音好不好？好、啊。昨天有来的，给我点声音好不好？哇！会不会昨天跟今天其实都是同一批人？哇！这有点恐怖。我讲的笑话什么，大家慢慢捧个场哦。那我要唱哪首歌献给你呢？有梦的人，还是说应该唱这首《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》？这一路有你们陪我同行，真的是很感动，谢谢你们。希望。我每次唱歌都会尽我的全力去唱好它，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。谢谢大家，音乐的路上，爱的路上，一路陪我同行，谢谢。不能够不想你，也不能够忘记你，总是在梦里一直看到你，多想对你说。牵着你的手走过风风雨雨，有什么困难我都陪着你，直到天长地久，直到天荒地老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谢谢大家，爱的路上一路陪我同行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